哎，饮蚊啊！都攰成咁啊，仲嚟饮酒，真系服咗你。唔该，啱啱好啊。啊，系啦，你使唔使喺我嘅车度坐一阵啊？我唔急喎。咁问声冇疤喺边？冇疤，你冇疤。前面路口啊，转右。喺边啊？啊，我到咗啦。到咗，我唔见你嘅。啊，我喺酒吧街啊。我警告你啊，唔好再迟到。你讲嘢系少少得唔得噶？今日嘅事好紧要噶。有几紧要啊？翻屋企讲唔得咩？喂，你究竟揾边个啊？我讲清楚啊！你半年冇翻屋企啦。包厢等我，留我个名嘅，我快到。系唔系噶？我哋无能，我不知道，无大有啊，无知道，快跑，快跑，他们在说我太粗鲁。先生，有请柬吗？咩请柬？三周年店庆啊。哦，冇请柬就唔入得啊。咁你等一阵。钟先生，请入去啊！好，不你识我？萨瓦迪卡！佢讲嘢唔掂啦，外国人，请去，请去。先生，电梯可以摆喺嗰边。放手啊！我冇请假。钟队长，钟队长，你仲记唔记得我啊？我系生活频道主持朱流，呢个我拍档阿全，我采访过你噶。你跟踪人，你嚟办案啊？啊，我有啲私事。私事啊？我明，警察都系人啫。钟队长，我同你讲啦，而家做新闻真系好难噶。我头先去采访醉酒揸车嗰班人啊，佢哋……我转头先同你讲啊。七号包厢喺边度？咩话？七号包厢。搵苗苗嘅人嚟咗。靓仔，等一阵啊！有人话人生就好似一杯鸡尾酒，要慢慢的。酒其实点饮都得。哦，呢位系我哋武老板。嗯，你好，武哥。啊。叫我中文，哥德，我呢一度点啊？好似监狱。系啊，入咗嚟就出唔翻去。我讲笑啫，要唔要中尾刀啊？我带你喺呢一度行个 round， 嚟。呢度以前系工厂，环境污染啊，全部搬走晒。你估我呢度搞装修搞几耐？武哥，诶，钟哥啊，叫人，钟哥，搞两年，隔篱啲酒吧将啲管啊咩都拆晒，我不知几中意，想买都买唔翻，我全部留翻喺度。养食人鱼系你嘅主业？嗯，犯法噶，我唔系几识法律。呢啲系外来品种，去到自然水域就系杀手嚟。肉肉强食都系自然定律。你同苗苗好熟噶？哦，佢成日嚟，佢话你做生意好忙，冇时间理佢。呢个女讲大话唔眨眼。伟勇，伟勇，伟勇！我最中意呢间房噶。
晚就到。店庆，你做乜唔早啲通知我啊？阿忠哥，你又包厢等我。我嗰边包房啲客多到满死，我嚟你呢度赚少几多啊？诶，我哋好耐冇见啦，越嚟越靓咯，系咪？又装修过？咪掂啊，一掂就冧噶啦。先生，想喝支咩酒啊？今日唔饮酒。可以知咯，唔系我点同老板交代喎？唔好勉强佢啦，佢念嘅嘢冇人教到佢，支酒摆喺度，攞支嚟睇一阵。好啊，收到。喂，我到啦，啊，唔该。你做咩纹身啊？有咩问题啊？我大把纹身啦，纹晒喺你睇唔到嘅地方。半年冇见，成个唔同晒。不过你今日嘅脾气好似比以前好咗好多。你同嗰个咩武老板讲话我系做生意嘅？唔通话你系警察咩？赚得少都算啦，挨到得翻半条人命咁，几无面。先生，你嘅嘢饮。喺医院实习成点啊？呢啲你唔使理啦。你块面嘅伤今日整噶？嗯。烧咗到未啊？点整亲噶？唔好问啊。讲嚟听下。今朝早咧，有人嚟报案，有个卖串烧嘅捅伤咗人，俾人追到天台，佢见走唔甩，就威胁要自杀。你扮咩啫？跳唔跳噶？你冷静啲先。我有三个条件、啊：第一，还翻个路俾我。得。第二，我唔交份款噶。三，快跳啦！想冻死人啊！我唔要坐监，做咩啊你？吓，做咩啊？呢啲小事啫，人命关天都系大事。兄弟，有冇跳过？头一次，跳唔跳得正啊？不得啩？兄弟，嚟，我哋倾下。我唔同你倾，你走开。走。咁你想同边个倾啊？我要同佢倾，你叫佢落嚟同我倾。你走啊！就系咁一路搞到下昼，搞到大家好攰。我担心嗰条友会失控。你又开始谈判啊？冇谈判。条友冇受伤，佢仲话迟啲请我食真嘅羊肉串。为咗个唔识嘅人搵条命交飞，我觉得唔值。讲啦，有咩紧要嘢一定要嚟呢度倾？一阵你咪知咯。边个冇绯闻啊？打死都唔认咯。啊，系咁啦，阿叔先啊。牛总你好，我系生活频道主持。我喺电视见过你噶。呢个人有啲熟口面。佢系地产老板，成日嚟嘅，有钱。就识沟女，牛总，介绍个朋友你识，识唔识你个靓女啊？好熟口面喎，仲用啲咁嘅对白沟女？牛总，喂，大记者，哈哈，真系完善喎，咪影啦，唔好影啦，嚟，哎呀，好耐冇见啦，呢个我老乡好啊，呢个武老板你点识噶？佢有次撞亲啲骨嚟医院睇过咯，你觉得佢个人点啊？都唔熟，点知啊？对唔住啊，钟哥。而家太多客，招呼唔到你添。做乜成个碌转晒？明知故问啦，同你介绍，我男朋友。而家知我点解约你啦？倾下先，我出去招呼啲客。我唔赞成。
我只是通知你一声，我没征求你的意见。他几大啊？有乜紧要啫？他叫我钟哥的。咁又点啊？你咁都唔肯揾佢，你睇佢日日接触嗰啲系咩人？佢玩你咋？你同佢癫？佢做咩要玩？我又做咩要听你讲啊？佢有咩好啊？佢俾到啲咩你？安全感。你阿爸系警察啊！你要喺佢嗰度搵啲安全感。佢有时间陪我，你有冇啊？我唔开心嗰阵，佢喺我身边，你有冇啊？警察。我有啊！喂喂，几号几号？我知道你一路仲嬲紧我，我觉得自己似个孤儿。听日系你妈嘅死忌，你点可以咁讲嘢噶？你唔配讲阿妈，阿妈喺度嗰阵，你日日唔喺屋企。屋企咩事你都唔理，天后同学病咗，都系阿妈自己一个孭我去医院。阿妈唔喺度，你先识嚟关心我。我唔稀罕。我出去。做咩啊？你到呢度咩地方啊？出嚟搞事？地方啊，欠债还钱系天经地义。你叫呢个仆街即刻还钱俾我，我就即刻消失啦！你冇咁多废话，即刻同我出去，听唔听到？我要攞翻成班兄弟嘅人工。你嫌命长啊你？我今日就系嫌命长。你仲想走？你唔要命，我仲想要噶。人工我听日俾你啊。唔得，听日唔得。不如你攞住啲先，剩翻你嘅包喺我班兄弟身上好唔好？我一定要今日。喂，兄弟，等我同你倾。你系咩人啊？我喺度饮酒嘅啫。你整熄个火先啦。你熄咗个火先啦，好唔好？我仲以为有几大件事，原来好小事啫。但系对我嚟讲就系，熄咗佢。你出咗嚟打工几耐啊？我做咗民工十年啊。有首歌你听过未啊？呢首歌就系写俾我嘅。熄咗佢，熄咗佢。喂，兄弟，我哋出嚟倾下，光明正大咁倾。嚟啊，嚟嚟。好啊，俾呢个仆街都见下光。你咪走啊！做咩啊？今日你俾唔俾？咩未见过啫？咁我俾唔到你啊！你呢个仆街又呃我！我今日俾唔到你啊！仆街啊！好掂啊！我只大门牙，你个炸弹整得好求其啫。哦，打电话报警噶啦。哦，有冇影低啊？哦，唔记得咗啊！叫几个服务员过嚟帮手，再叫下救伤车。明啊明啊！你冇咩事？咁都话冇事？你喺边度？搵武刚。嚟坐低。钟队长，你等等我一阵，我访问完牛总过嚟访问你，等我啊吓。等阵啦，节目好快开始噶啦。我老板我真系有事噶，我成日都有人等紧我啊。饮多杯，饮多杯。你觉得呢度啲人正常咧？唔好咁样啦。呢种地方日日都好多醉酒闹事。咩人都有，唔使大惊小怪喎。欢迎欢迎欢迎，我咩都唔知啊。牛总啊，同我倾几句啦。你太多心啦。希望系啦。你唔好系人都怀疑唔系好人啦。今晚嘅节目正式开始。
瞓咗几耐啊？冇老板。你已经瞓咗几个钟头噶啦，睇嚟你真系几攰喎。你点解要咁做？唔使咁急问呢啲，你应该问点解警察咁耐都未嚟。我话你知，其实一直冇人报警。头先咁多人喺我呢度走出去，个个谂住多事不如少一事。你知唔知你做紧啲咩啊？劫持人质，重罪，起码判十年。我个女喺边？哦，苗苗，佢喺大厅度。其实佢本质几好嘅。佢好唔好唔轮到你讲。你知唔知啊？佢从来冇讲过佢阿爸系警察。睇嚟你唔系个好爸爸，亦唔系个好警察。你个目标系我系咪啊？武哥，出边有警察敲门啦！唔好理佢哋，你落去睇实。系，即系你自己报警噶啦。哦，对唔住啊，头先用你电话报咗警，我仲接咗个电话，吴队长打过嚟，我将呢度嘅情况讲佢听，佢话即刻过嚟。钟队长真系有啲来头啊！当过兵，做咗廿几年警察，做过特警、片警、刑警，立过唔少功。听讲受过一次处分，仲系自己申请。你准备功夫做得几好？可惜啦，连自己嘅家事都搞唔掂，做咗咁多年啦，每个月得几千银，一年人工几块跟珠都买唔到，值唔值？有啲事你理解唔到，有啲嘢钱买唔到。喂，吴队长。哦，仲嚟紧未到啊？唔急唔急，到咗先倾。你最好尽快讲下你嘅要求。唔使你话俾我知要点做。已经有人质受伤，警方冇咁好耐性。我有足够嘅耐性。你有咩直接讲啊？好，我嘅目标的确系你。你估下点解？想报复我的人大把啦，去年捉过一班偷车嘅，交易嘅地方离你呢度冇几远，今日嘅人手唔系好够，我哋照原本计划做啦。外边一个，车里边五个，里边有个白毛嘅，佢系阿头。你识唔识白毛啊？阿宇。出嚟行嘅边个唔识？警察，阿勇，警察，阿勇，阿勇，快走！睇住佢哋。月哥不嬲出晒名够凶狠，你想单拖捉佢，即系自己攞嚟衰。放我一马嚟，我就系要亲手捉你。为咗佢嚟噶？呢班人我听过，全部未够班，佢哋唔配。通常啲大口气嘅人都只不过系想要面，我都觉得系。哦，吴队长到咗啦。哦，我同钟队长倾紧偈，佢冇乜嘢条件啊。就要现金八九千万啦，
唔连 number 喎。你唔好耍我，唔好同我讲咩男男啊。系咧，武哥，你究竟想点我唔知道，起码啲条件唔好咁离谱啊。呢个吴队长脾气真系麻麻。你唔好期望太高，如果做得到嘅，我哋一定尽力。你都唔好太为难吴队长啦，你又唔系要钱。喂，好，我唔同你兜圈，听住，我想见个人，揾个人要你哋讲小事啫。我呢个朋友住得几远，好耐冇见过啦。你哋咁中意问点解，迟早都知噶啦。唔使急，有咩事慢慢讲。慢慢讲。你想吓我？悭饭啊！唔记得添，你中过枪噶喎。我都好好奇，中槍係咩滋味嘅咧？好似俾人好大力咁打咗，突然間覺得成個膊頭都唔見咗，半邊身冇曬感覺，跟住突然間好痛，痛到入心入肺。痛到入心入肺，我都試過。你只腳做咩？哦，好耐嘅事啦。吴队长，车上面有两个疑犯，佢主犯系跛嘅，应该系坐喺后座嗰、那个。你以前有冇试过绑架？人质喺车上面，冇开枪。吴队长，我追上去，小心，睇住啊！态度差唔多，系啦，吴队长，你真系倾唔掂啊？定系扮嘢耍我咋？好，我净系要见呢个人，冇其他条件，唔系想办法，系一定要。五分钟后答我。我唔急，继续倾。佢两个点啊？如果冇事，外哥我头骨折。钟队长，增援嘅两部车兜紧接应过去，应该好快就会到。Oh!
仲有一个人呢？可惜啊，揸车嗰个僆仔始终都救唔翻，主犯仲未捉到。呢个故事唔错，不过你估错咗。我最睇唔起就系绑架细路。哦，呢个钟数唔会塞车，车程唔会嘥几多时间嘅啫。人质啊，情绪稳定，冇乜嘢。好，我落嚟帮你。桃子，上嚟上嚟，睇实。大哥，唔使紧张。一望輕鬆下，兄弟，俾啖飲下你，做咩啊？壯膽啊？少少好啦。呢只酒好近噶，老实讲，我真的很心急见到他。我警告你，我这个朋友如果来不到，你们就算再多警察都没用。办什么手续关我什么事啊？什么？想入来看看？不用了，我讲口齿的，我要的人到了，班人质就没事。中队长就另计。老公，
打道门。你想做咩？我要去厕所。仲有咩要求？诶，武老板，做个采访得唔得啊？好。出去。出去啊！摆晒喺大厅张台度，不过，去人，我系生活频道嘅主持朱楠，我今日冒死嚟到一个劫持人质嘅现场，为大家带嚟独家报道。喺我身边嘅就系呢件案嘅策划者，咁讲得唔得？呢间酒吧嘅老板武刚背后一定有一个精彩嘅故事，同大家打个招呼啊！放开我啊！我想攞啲酒饮得唔得啊？俾佢。我哋继续啊！系咪觉得我做呢一件事，一系就心理变态，一系就我呢个人精神有问题？唔系咁嘅意思。咁你今次嘅犯罪目的系咩咧？犯罪？我其实只系做每个人敢谂，但系唔敢做嘅事。放开我！放开我啊！我未访问完噶，武老板，你不如唔好拱我啦，武老板。癫够未啊？你同我好就系为咗呃我吧？你系唔系？你要咁讲都可以。你利用我。咁样讲啦。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你爸也不是什么好警察，你要的安全感你爸给不到你，我都给不到你。喂，我是仲文，我找到个手机。现在安不安全？我没事，我躲了。入面情况怎样？除了我还有十几个人质，他们有四个人，我搞定了一个。那个姓武的老板是阿头，他有一支仿制的六四，他刚才开了什么条件？他要见一个服紧刑的囚犯。叫什么名字？魏小福。魏小福？现在领导同意带魏小福过来，在这里办一手续。另外我们也有一个计划，部署了追击手和进攻小组。里面适唔适宜进攻啊？酒吧有两层，中间有半层，人质困咗喺大厅嘅舞池度。三个疑犯暂时喺地下，如果而家强攻嘅话，
衰到你搞佢唔掂。有翻两度啊！不过你咁做，你唔惊你个女有事咩？苗苗讲过，你以前系佢心目中嘅大英雄，点知后来做咗逃兵？我哋倾下先啦，用你嘅说话讲，我要光明正大咁倾。阿爸，你唔使理我噶。我仲想攞你个女做试验，睇下乜嘢系弱肉强食。阿爸，你唔好出嚟啊！我知道。你要理埋一边谂清谂楚，不过我提醒你，手指真系俾鱼食咗，生唔翻出嚟。停手！阿爸，阿爸，你唔好过嚟啊！阿爸，唔好过嚟，放开佢。有咩事同我讲？阿爸，你而家似翻个好爸爸，可惜迟咗。停手啦！废话，我做紧访问啊！吱吱喳喳咁，佢做完呢单新闻，听日升主任啦。关我差事？唔好喊，冇事。你放开我啦！我而家仲去得边啫？肯定冇事噶，肯定出到去噶。以我嘅经验，顶多半个钟头到就会放我哋噶啦。绑票呢家嘢咯，古今中外咩古今中外啊？如果计古今中外，而家应该撕咗票啦，九成系为咗钱嘅。呢个武老板我好熟噶，佢自己大把钱，呢件事冇咁简单。呢度有冇后门啊？呢度得一道门咋？后门早就焊死咗。你阿爸做咩噶？我阿爸系警察。打成佢咁啊，都好大仇口啫。俾佢哋绑咗入嚟，肯定系为女人。你都唔知点解啦。唔使惊啊，冇事嘅，我都唔识佢。我認識得你，一房老闆。咁咪再小偷偷我嘢咯？啊，系啦系啦，你冇着到制服，我都唔認得你添啊！啊，嗰日佢都喺度噶，呢個係小蘭，而家係夜總會嘅大姐大啊！啊，仲有呢個出名嘅牛總，咁啊，我哋幾個都喺度。你睇下裏面，裏面出咗事啊！估唔到我哋會喺呢度撞到，真係緣分。得啦，咪咁多廢話啦！点样噶阿 Sir？ 你同嗰个武老板有咩咁大仇口啊？有仇你出去拆掂佢啊！你搞到我哋咁样，你话点啦？缘分，缘咩份啫？黐线！张局长啊，哎呀，大官、啊，我真系有面啊！佢哋好好啊，你想睇下系嘛？张局长你自己睇啦，嗰个龙精虎猛，好食好住。我系市公安局张国文，请大家放心。
我哋会尽最大嘅努力帮助大家。冇错，你有嘢做咗先啦，我哋等啦吓。将呢度嘅环境拍低佢。我哋倾下正经嘢。仲有后面嗰几个人。我朋友点解仲未嚟？你哋唔好玩嘢。你俾多少少时间我哋啦，有几个原因。我唔想听，俾多五分钟你。我嘅面子就只系得五分钟。好，十分钟之后仲未见人嘅，唔好怪我唔系。冇老板，嗰个嚟。我想同你倾下。讲啊。单独倾。上包厢。总哥，你都见搞成咁，仲有咩好倾？你要揾齐我哋五个啫，做咩要拖咁多无辜嘅人落水？我要有更多筹码，况且呢棚咩话佢哋一定系无辜。想倾乜嘢？你精心设咗一个局，冇错。但系你而家个方式赢唔到，又睇下点？我系话你需要一个中间人。你将你个谂法讲我知，我可以帮到你。警察帮罪犯，你讲笑咩？五年前嗰件案，如果你想知道啲咩，我而家唔想倾呢啲。咁等埋魏小福嚟。你都几多问题喎？轮到我问你啦。你哋警察办案遇到呢种情况唔多噶。咩情况都有。你办过几多件案？好多，我一年办过百件案。你哋警察一年死几多人啊？去年全国牺牲的警察大概400多人。那么死多少人知？意外怎么都有的。意外？今天会不会有意外？我不希望今天有任何人伤亡。是不是包括我？是啊，每个生命都很宝贵。我早就不相信这些废话。虽然你做足晒准备功夫，钟哥，我头先发现你偷偷入过我嘅密室，我嘅秘密你知噶啦，你应该睇得出呢件事靠谈判解决唔到，所以我哋亦都冇乜嘢好倾。你打过拳系咪啊？好，我而家有啲时间，我就讲个故事俾你听。你之前咪问过我只脚点解咁嘅？我细个嗰阵跟住我阿爸去咗外国，后来佢老人家争落赌债自杀，我要帮佢还钱。喺嗰边我唯一有啲睇头嘅嘢就系打交。可能系我屋企嘅遗传啦，我自细就中意如是斗非，成日打烂仔架。打交呢啲嘢其实只系斗边个够狠，我基本上冇对手。钱系攞命换翻嚟，但系命又好唔值钱。话冇就冇，我发誓还清啲钱就唔再打。于是喺嗰段时间里边，我就好似癫咗。后来终于还晒啲钱，但系我亦唔想做第二样，横掂做乜嘢都离唔开三个字：钱、生、死。所以我就继续打。你都知道随时会被对手打死。梗系啦，我外号叫蜘蛛，从来冇输过。但系蜘蛛都只不过系一条虫，难命一条，个个打拳嘅都一样。你嗰几个帮手就打拳嗰阵识嘅。嗰两个外国人系当地最好嘅拳手，矮啲个叫 Pitch， 你哋个长胜将军。个个都希望我同佢打一场，我亦知道呢啲系迟早嘅事。喺打之前，我有预感会出事，因为赌得好大。你知啦，打得越好越值钱，越值钱嘅话就离死越近。咁嗰场拳赛，
发生咩事？开始嗰阵大家咁上下，后来佢占咗上风。下一个回合佢会让你。其实两个老板已经定好咗局。最后一个回合之前，我先知道呢个系一个死局。下一个回合打死佢。不过老板唔知道我嗰日心软，我已经决定咗打完最后一场就翻嚟，而且我要带多几个帮手。铁床就惨啲，佢净系知道老板叫佢输，知其实系叫佢死。我将秘密讲尽之。通常不听老板话是过不到第二日的。我哋几个连夜走佬，左呢右呢咗一排，执翻条命翻到嚟，算是好彩及大命。你点解突然间心软啊？用你嘅说话讲有啲嘢，你理解唔到。你嘅经历系好特别，但系都唔可以当人命唔系嘢噶。你话系咪啊？每个人都有好好生存嘅权利。生存，好好生存。知唔知点解我仲生存？你决定翻嚟嘅时间应该系五年前，你系为咗当时药房嘅答案，为咗真相。呢个世界虚伪冷漠，充满假象。唔通只有咁做先可以得到真相？应该话呢个系我嘅做法。冇错，冇错。冇错，冇错。你好嘢啊！差啲俾你哋搞掂咗。喂，防弹玻璃质地唔错。啲钱真系冇白使，警方系为咗拯救人质，换转系你都会咁做。你哋嘅计划的确唔错，追击手同正门同时进攻，可惜我唔系啲乜嘢贼仔。点解你头先要叫住我？我系想救你，一时想帮我，一时想救我。你十米你吸，头先嘅枪声。张局长，我仲生勾勾，你个中队长一样冇事，唔好再讲废话，俾我见下魏少福先啦。半夜三更带我嚟呢度做乜嘢啊？有咩事啊？系佢，俾佢入嚟见我。你系边个？唔对路喎，我唔想入去啊。冇老板，其实接犯人嚟现场已经系破例噶啦，且你要明白，我哋必须要保证犯人安全。睇嚟你哋一路玩紧我。你一定要见魏小福是吗？我帮你分析一下，你持枪劫持人质，又伤了人，现在是僵局。我可以杀啲人质的。那我保证你见不到魏小福，你的目的永远达不到。况且你以为警方没有第二个方法入来吗？你想讲什么？现在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见到他，就是我。他很信任我，我可以争取带他入来。我出去找他谈一下，你放人质，你考虑一下吧。人生就好似一杯鸡尾酒，喝一啖系咩味咧？大哥，你个影低嘅嘢全部影低晒噶啦，吓，绝对唔会有问题噶。你如果唔翻嚟咧？相信我，我一定翻嚟。但系你要保证魏小福嘅安全。好，但系我嘅保证你敢信咩？信任是双方的。你可以带两个人出去，除了你的女。我说过所有的人质。没可能，
有几个人一定要留低。我知道边几个，其余嘅我全部要带走。唔得，冇得倾。喂，三个唔倾，你只可以带三个人出去。我啊，带我出去，带我出去啊！我啊，我啊，大神，皇帝之枪。你哋两个都几好火噶喎，咁啊，你打翻场。你打赢佢，我应承俾你带人出去；如果你打输嘅，自己一个出去。阿爸，你受咗伤，你唔够佢打，唔好打。咁啊系啊，你年纪都唔细啦，输咗好冇面嘅，算啦。我哋一言为定。系啊！队长，唔得就唔好死惨啦！
唔打啦，唔打啦，我哋唔出去啦 ，Sir， 唔出去啦。阿 Sir， 我哋心领噶啦，你尽晒力噶啦。系啊，我哋唔出去啦，阿 Sir。再打啦！唔好再打啦！我求下你唔好打啦！我求下你啦！我求下你啦！送开啦！别动！好嘢！好嘢！咩条围巾？做咩又锁翻啊？唔系可以出去啦咩？不如咁啦，我要带咗我哋出去先。等魏小福入咗嚟，佢可以出去。我边度都唔去，我要喺度等，我要一路陪住我爸。你唔好后悔，就照头先咁讲，你要嘅人我俾你，但系你都系带三个人出去先。做咩反口啊？都太过分啦！我始终惊你有去冇回，所以留一手。阵间你带魏小福入嚟之前。我再放其他人，咁唔算饭后啦。你揀人啦，武哥，唔系我唔做，而系我真系做唔掂，钱我唔要啦，好唔好啊？我身体不嬲唔系几好，但我出去先啦，好唔好啊？武哥啊，你如果觉得我留喺度有用，我再陪多你一阵啦，冇问题啊。我出去行下，我得唔得啊？俾、我走啦，照顾佢啊嘛。谂好未啊？带边三个先？两个受伤嘅人质。你我一个人，我唔去，我要同我女朋友去埋一齐。我嘅头都系等你一个咁喐手，如果多几个你咁嘅人，好多事都唔会发生。好，我加多个人，你哋一齐走。快啲啦，我哋走，走啦。老板，老板，你甩咗只牙都算系伤者。我一个人，我要同佢一齐。系啊系啊，我争佢钱啊，我先俾钱佢。你饮少啲酒都已经够出粮俾人啦。钟队长，你点翻嚟啊？钟哥，你只有十分钟，我份人好守时。听住，有人质出紧嚟，我哋要一个担架。人质出嚟啦，老担我过嚟。俾个担架。钟队长出嚟，有个担架。呢个系疑犯，一阵锁住佢。疑犯出嚟啦，走。疑犯上嗰架车，上一号车。疑犯后边仲有四个，快走，快走。警察好嘢，好嘢。呢个受咗伤嘅，好，带走，唔该晒。一出嚟有几个人护紧你。喺门口，保持戒备，出到。呢个伤点啊，张局长？诶，冇事，小事啫。查起几个疑犯，好，三个疑犯，三支枪。疑犯嘅位置咧？全部喺大厅，十六个人质。人质嘅身体情况点啊？可以，只系心理上怕挨唔到几耐。系啦，伍队长，头先你个行动早咗，我觉得唔妥。钟队长，头先嗰个疑犯有嘢想同你讲。哦，
我知道咩就讲咩，费事嘥你哋啲时间，好唔好？讲。我为钱做呢单嘢，估唔到佢会搞出个大龙凤。你千祈唔好入翻去，肯定有入冇出。嗰啲外国人同武哥都系生死之交，佢哋讲过冇谂住有命行翻出嚟，我净系知咁多啫。阿 Sir， 多谢。张局长，呢啲系喺酒吧管理处揾到嘅资料。我哋做八分钟。呢间酒吧嘅内部结构同图则都唔系几同，窗都封死晒。里面呢道门系用钢板特制嘅，厚度大约25公分，好难爆开。封窗大约厚50公分，本来系个后门，而家后门焊死咗。佢系酒吧管理处嘅。你哋呢度啲酒吧点可以随便乱咁拆建嘅？佢哋私自乱咁讲，我都冇符噶。得啦，你行埋一边，有事再揾你。呢条友真系落好多功夫，搞到铜墙铁壁咁。呢度咧，屋顶嘅结构比较复杂。在这里入去都挺隐蔽，做七分钟。休息一阵，这个是一个磁石的炸弹，还有计时器，但是看连线的结构很复杂，引爆装置应该不止一个，即是玩同归于尽。这条友手上人质最棘手，现在拯救人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将魏小福带入去，两个人换12个人。他肯不肯入去？报告，这里都有了。前两日我啱啱同我妈通电话，佢叫我听听话话，争取再出翻去。请你帮下我哋手啊！帮唔过啊！你系怕唔安全？的确有啲危险，但系我哋会尽量谂办法。如果你肯帮手，我哋可以申请酌情为你减刑。我都系觉得帮唔过，不如就咁算啦，好唔好啊？呢啲系冒险嘅事，我唔勉强你。不过好多谢你呢几年照顾我阿妈，系我嗰阵应承你嘅。其实我哋成队人都有捐钱俾你屋企。有意思。check 过啲画面，呢度系三个疑犯嘅资料。阿 Ben， 泰国人 ；Petra， 菲律宾人。呢条友叫武刚，5年前翻嚟嘅，而家嘅身份系泰国人。当年我哋查到受害人小薇嘅父母分开咗，妈妈过咗身，佢个哥哥跟住爸爸去外国之后就冇晒音讯。我觉得武刚就是小明的哥哥。这条友要魏小福来这里，不是要放他。里面有3个人质是当年的目击者，我觉得他是想知道所有的细节再决定怎么做。警察、罪犯、目击证人全部到齐，这条友凑了5年了。报告，做4分钟。那个有什么方案？我和队友扮成中文和魏小福进去，特警在后面准备，之前用激光在屋顶开个洞，大门一开就上面下面同时发啲强攻，由大门攻击有难度，咁样可以吸引佢哋嘅注意力。唔得，屋顶爆破嘅时间冇办法掌握，人质太危险，人质嘅性命系第一位嘅。俾我再倾下先。你倾到啲乜鬼嘢啊？嗰个圣母喺度玩紧命啊！你靠把口会有咩用啊？咁大件事，只有强硬咁处理，等佢哋见到我哋走夹唔唞。而家强攻系最冒险嘅，你入去就唔冒险咩？我应承佢哋翻入去。起碼得到佢哋嘅信任，呢個係機會，起碼有得傾啦。大佬啊，你都傾咗6个钟头啦，有傾6个月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我唔知喎，今日幾個受傷嘅人質係傾出嚟噶。誒，吳隊長都係為咗你安全啫。兩個人換12个人抵啊！唔使講啦，照規矩，要去都係我呢個隊長去。幾時輪到你啊？呢件案係我嘅，件案同5年前係同一件案，我入去先至最啱。况且我个女都喺入边，张局长有亲人喺度，系咪更加应该回避？好啦，你哋唔好嘈啦。我同意钟队长翻入去，但系魏小峰系用假扮嘅，武功一眼就睇得出啦。咁行唔通嘅，张局长，一入嚟。跟住我讲，仲有3分钟。叫你话，系武老板啊，仲有3分钟。唔理嘅话，你会死。又唔理嘅话，我会死。唔系讲笑，唔系讲笑噶，佢真系唔似讲笑噶。求下你哋快啲嚟救我！唔够3分钟啦，张局长，魏少科肯入去啦。点解佢肯啊？一系还人情俾我哋，二系佢话唔想咁冇用。真系有种啊！
球窿开细啲，尽量悭啲时间，开行动。系，黑布走，夏布走，即刻去帮埋小波平手。系，冷冻由吴队长指挥，今次睇你啦。向右转，黑布走。加强出列，由你完成呢次追击任务。系，自己安全都重要，呢啲系你成日同白兄弟讲嘅。追击手要几分钟先走嘅，倾得掂最好，倾唔掂嘅都要拖延时间。听我命令，上咗堂噶啦。不要怪我，生死兄弟，我不想你一个人孭晒。兄弟，有可能的话，俾我倾多几分钟。如果我控制到现场，就不要俾阿强开枪。我真的服了你。死到临头你仲笑得出？你呢套衫又安全又暖，只话七十几斤重咧，我算唔算立功啊？咁啊，即系话我可能因为呢件事减刑啦，等我有生之年咧，我就可以翻嚟孝敬阿妈。报告，八部组就位啦，收到，开始切割，去。快啲啦！钟队长，快啲啦！钟队长同我哋讲两句。钟队长，你咁勇敢系咪净系为咗呢个女人？个女点解都会喺里边噶？个女喺里边，你咁咩事？呢个女人好离谱啊！呢批人质出嚟，我哋就入去。可以。你话我入咗去，出唔出得翻嚟啊？嗱，我有命，你就有命，我保证。咁如果你死先咁点啊？我讲笑啫，我太过紧张啊！行啦，入去之后留喺我身边，唔好走开。咁我讲唔讲得嘢？讲真话，唔好讲废话。喂，你头先塞咗啲咩入我件衫度啊？呢啲就系废话。好焗啊！大哥。咁做咩啊？你应该去机场安检揾份工翻啦。唉，你又讲废话。好啦。我哋几个都算系有身份嘅人啦。原来佢哋几个，我女咧。爸，我喺度啊！爸，我冇事啊！你小心啲啊！阿 Sir 啊，你快啲救我啦！我有畏孤症噶。呢个阿哥郑成锦系咪好犀利噶？佢够唔够当你出去啊？究竟发生咩事啊？究竟绑咗啲乜鬼嘢喺我条颈处啊？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究竟咩事啫？呢个嘢成嚿炸弹咁，真定假噶？5, 4, 2, 1就算点出来的人数少了一个，可能里面还有一个人接未出来。我真的很佩服你啊，钟队长，你真的带了他进来。我一向讲得出做得到，我想给更多的人质出去。还有你现在的罪未是很重，迟些我们谈清楚件事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大事化小，我可以帮你证明你是主动自首的。你帮不到我，现在是我的时间，还有18分钟。你隔离这位穿了件什么衣服啊？造型夸张了一点吧？我们要尽量保护他。这个我主场，你保护不到他。你都保证过他会安全。他暂时安全，他着成这样我认不到他，除了他的头盔。
Hermatov， 企喺度。企喺度，唔使同我嚟呢套啦！我同你讲，我怕乜嘢啊？呢班瘟神啊，睇唔起我啊！我真系唔怕佢哋啊！佢肯定觉得我好冇胆啦！企喺度，我都唔想带个鬼嘢啊！你做咩啊？焗死我啊！头都晕埋，点啊？我掂啊嘛！魏小峰，嗰个人啊，点会系佢嘅？戴翻个头盔，宋队长唔紧要，有难同当。班差佬逼你嚟噶啦。咁你又講錯啊？嗰係志願嚟嘅。你千方百計揾齊曬咁多人，五年前嘅真相好快就會清楚。我等呢個人好耐啊！哥，你幾時先翻嚟啊？这个女仔大家认得她了，现在你们明白了，她是我的妹，我们失散了很多年，五年前我终于找到她，她是我生存的全部意义，我回来但是没办法见到她，我想尽办法终于跟你们见面，五年前的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得不到，但是你们都在场，我哋而家就好好倾下，都已经咁耐嘅事啦，谂起咁点啊？炸弹喺遥控，使唔使佢帮你谂下？我谂得起嘅。嚟，开始。你系咪听完咗，我就可以出去？今日会有人出唔翻啊？系咁，点样先可以出翻去啊？首先唔好同我玩嘢，虽然对你嚟讲有啲难。有咩就讲乜嘢，快啲啦！咁边个讲先？木顶个窿开得好慢啊，爆破咗话，如果开得快，听俾里边发觉。睇嚟你讲得啱，我开头嗰个方案行唔通，你尽量拖时间啦。好，咁我讲先啦。等等，钟哥，你带咗咩通讯设备入嚟？自己攞出嚟，免得我麻烦。清楚啦，我哋研究紧用其他方法入嚟，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开始进攻。喺呢段时间就靠你啦。魏小峰，由你讲先。呢件事咧，系由我而起嘅。嗰一晚，差唔多都系呢个钟数，我见间药房入边有几个客，就行咗入去。其实只是想帮我阿妈攞啲药，佢身体唔系几好，啲补品又咁贵，我买唔起。我错在错在，唔应该管闲事。我未帮完啊，搞错啊，做乜又重咗噶？我当时都想问下嗰个银包系边个嘅。唔系啊嘛，呢个时候你仲想呃边个啊？你都饮大咗，你知乜嘢啊？我系饮咗啲酒，但系我冇醉到喎。拿出嚟！你呢啲系咩嚟？系我啱啱喺地下执噶。你偷嘅，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？连嗰啲嘢你都敢咁偷，你想死真啊！我真系啱啱执噶咋。等阵，你咪喐啊！跟住咧？跟住，快啲咯！跟住嗰啲我最清楚啊！你想死定啦！即系我执噶咋？等阵，咪喐啊！系我哋呢度噶啦。呢啲都系你执噶，身上仲有冇？嗯，两盒。我做事系最讲原则嘅，咩嘢事都系以理服人。你咁样系讲道理咩？我不嬲都系一就一，二就二嘅。你咁叫趁火打劫咩啊？你嗰晚讲嘅句句说话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呢一盒值几万噶喎？哎呀，你又真系识货啊你！你讲啊，你点搞啊？系我私了啊，定系报警啊？私了定系报警啊？你咁都睇唔出咩？佢啊，佢先都唔先下噶，报警。好，咁我真系报警啦。千祈唔好啊！唔准报警。
我其实只是紧张，惊件事会搞大。件事咪就咁搞大咯。我睇你哋边个敢报，唔准报警，咪喐，唔准过嚟。你咩意思啊？你想点啊？攞嚟，攞嚟啊！俾佢啊，快啲啦！110啊嘛。我而家谂起啦，我当时真系吓傻咗，我应该走。佢哋三个肯定唔会拦住我噶，但系我走。俾个电话我，有人打劫啊！放手，喺高楼边嘅上房啊！俾个电话，放手啊！我个妹俾佢拱落地嗰阵，你哋几个仲咁眼白白睇住佢？喂，佢企得最近，佢都睇晒咯。我呢啲银纸纸冲前都冇用啦。我梗系想冲上前啦。但是他们两个走啊嘛，单对单我肯定不掂噶。老实讲啊，当时我真的不怕噶，是这个人拉走我啫嘛。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后来的事我帮你哋讲啦。嗰晚黑我做完嘢之后，咁啱经过嗰度。停车啊 Sir！ 停车啊 Sir！ 里面出咗事啊！咩事啊？里面出咗事啊！唔好过嚟，唔好！咪过嚟，咪过嚟！嗰个人头先偷嘢，咁嗰女真咪报警咯。偷咗，你出去先。你咪喐，唔好过嚟。报中心通知派出所。我当时谂，我帮你讲，劫匪随时可能杀害人质。唔好啊！睇下我。以中队长嘅能力，完全可以果断开枪。你真系攞嚟讲？如果系咁嘅话，件事早就解决咗。我话过，每个生命都宝贵，唔了解事发嘅原因。中队长的习惯是慢慢倾，唔急啊，我哋慢慢倾。但系中队长当时心不在焉，因为佢屋企有事，老婆喺医院睇病，中途被车撞到，喺医院抢救紧。医院有电话嚟，个女亦不停打电话俾佢。喂，啊，我知道啦。你打咩电话啊？尽快过嚟，我即刻过嚟。收线。魏小福嘅情绪慢慢失控。收线，你唔想玩我啊？好好。你到底想点样啊？你系咪以为我净系吓你啊？之后嘅事。大家都知道。中队长，中队长，里面发生咩事？可唔可以简单讲下？你真系识作嘢噶，吓？你凭乜嘢咁肯定啊？你嗰阵时喺现场咩？你又点知得咁清楚啊？你讲完未啊？等我讲啦。呢件事苗苗会同你讲，但系佢知嘅都唔多。嗰一晚我老婆发高烧，本来我应该陪佢去医院，但系我有嘢做，佢又唔俾个女陪佢去，自己搭车，结果出咗事。案发现场我一直冇接电话，但系我有预感屋企有事。其实嗰日我心好急。中队长真系几有耐性。唔使急，有事我哋慢慢倾。我事后打翻电话翻去，先知道出咗事。到我赶到去医院嗰阵，已经迟咗。我一直想同个女解释，但系佢唔肯听，亦一直冇原谅我。我就是想一口气谈判埋落去。我攞药都是为了帮我妈医病。兄弟，我要将件事讲清楚，应该点处理就点处理。你而家先放咗位小姐，如果你整伤咗佢，咁就唔系小事啦。你阿妈有困难，我哋会谂办法。你话咁样好唔好？咁你可唔可以放咗我啊？我求下你啊！魏小福佢好激动，你阿 妹当时嘅情绪仲算稳定。我当时真系唔知道应该点做。突然间，意外是突然发生的。得了，都是我讲啦。我记得当时出边有啲乱，之后你个妹忽然间细细声讲，杀咗我。我个妹讲咩话？佢当时讲得好细声，我仲以为我听错咗。你讲咩话？你都听到？我听到佢嗌咗一声，嗰只系第二声啦。你讲咩话？杀咗我！咩啊！冇啊！啊！唔系我啊！我冇喐过啊！救护车！可惜佢伤咗颈嘅大动脉，失血过多，呢个就系你要嘅真相。咁即系话，我个妹小薇。是自殺的，咁梗係啦！我攞住把刀，本來係想嚇嚇佢嘅啫，估唔到佢搶我把刀，真係嚇到我飛起啊！我真係過失殺人。我點解要信你哋？我信，
你当时根本不在场。但我觉得那位小姐入嚟嗰阵就已经不对路，因为她走入嚟买嗰啲药。咩药？佢买乜嘢药？经理啊，呢件事我谂要你讲啦。哎，你做咩？试下碌拍穿。嗱，要计翻钱噶，吓？都计，明白啦，我呢仲好噶。方面药，医生纸，一百粒。国家有规定，买呢种药要有医生纸。我做人仲系有原则噶。跟住咧？跟住我帮你讲埋佢啦。咁规定系死嘅人系生嘅。不过我要同你讲清楚啊。要想嚇人咧，就食少啲。你買唔買？好，買買嚇。咁都唔使咁多錢嘅，咁我送多幾粒俾你啦嚇。啊，嚟嚟，你等一陣啊。講完啦。完啦。跟住講埋落去啦。點樣？隻隻差唔多，要邊隻？睇下先嚇。失戀啊？都係呢家嘢嘅啫。呢挺嘢我以前都食過，辛苦到死。死不去就要去医院洗胃，洗到肠都呕埋出嚟。仲讲咗啲乜嘢啊？冇啦。哼，唔好将自己讲到成个天使咁。你跟住点讲？我记得仲清楚过你啊。讲咩真感情啊？我而家边个都唔信。男人唔会有噶。我哋唔系同类。我咩类？你咩类啊？你咪又系扮纯情啫嘛？好心著雷劈，死啦佢！你死你自。我几时有咁样讲过啊？有咁讲过，武哥啊，我从来冇讲过呢句啊，我一路都系好心劝你个妹咋。你个妹出事啊，就系佢讲嘅嘢刺激噶，我同你讲啊。乱讲咩啊？你明知人哋心情唔好，仲卖嗰啲药俾人。啲药系佢卖噶，我可以做证。佢喺度扯猫尾啊！我收声。你冷静啲先，喺你个妹身上的确系发现咗安眠药，呢个系事实。买安眠药就系自杀啦咩？仲当住警察面？极端嘅情绪之下，每个人都可能做出过激行为。我知道佢点解咁做。喂，咪乱讲啊！女人自杀有一半系为咗男人。另一半就为了几个男人。喂，武老板，我敢咁样讲，系因为我都咁样做过。后来想通咗，就知道唔值。喂，但系有好多人谂唔通噶嘛。你听我讲几句先啦。你而家嘅心情咧，我系完全理解。一个人喺外国生活咗咁多年，都好唔容易。你嘅妹系你唯一嘅亲人，亦都系你嘅精神寄托，啱唔啱啊？知道佢出咗咁大件事，俾着我都会翻嚟搞清楚，或者揾个人出下气，系人之常情。继续讲，仲有五分钟。你做咗咁多年嘅准备，系想惩罚为小明嘅死负责嘅人，系咪？我暂时唔讲你呢个方式啱唔啱先，我想讲你揾错咗目标。你系话你哋都系无辜嘅？嗱，啱啱小兰讲嘅嘢唔系冇道理嘅。讲清楚啲。有一件事咧，你一定知道。你个妹当时有咗 BB。在小明眼中，你是他的家长，他应该会将这件事告诉你。不要说了，我一定要说。当时法医发现他有了，我们查过他没有结婚记录。BB 的爸爸也始终没有主动出现。我刚才都说了，不值了。现场这几位很明显不是你要找的人，就算你找到那个人，说不定里面做了古仔。你其实是不是想搞乱我？我是想令你清醒点就真。就算你说的有道理都没事的。你看，你今天搞到好像审判咁，喺我呢度，你哋个个都有罪。其实法律已经中文，你眼白白睇住我妹死喺你面前，你是警察嚟嘅。我承认我有失误。魏小峰，系你把刀杀咗佢，你以为坐十年监就可以填命咩？想我填啊？牛总、小兰，见死不救，你哋都系凶手。诶，我有咩错啊？而家有边个会理人闲事噶？系咁噶啦。唔系我冇老板。就算死你都俾我死得明白啊！我又帮佢，我又劝佢，佢同我讲话边个都唔信，怪得边个啊？咁都怪我啊！咁经理啦，即刻大方啲好。害死咗我个妹，又唔系我一个人系咁样做。再讲啊，佢根本就唔系食药死嘅。我冇开枪，叫佢哋放低枪，夹住筋，冇逼我开枪。武功，到此为止啦。而家投降仲可以執翻條命，唔好開槍！好啦，咪嘈啦，咪整多槍嚟嘆啊！呢度三點喎，執特根 back 哥，阿爸小心後面啊！人生就好似一杯雞尾酒，飲到最後一啖，先會知道係甜定係苦。
你真的挺难搞的。我来介绍，他是阿坤，不只懂调酒，还懂调炸弹。我只脚啊！哎，你想做乜嘢啊？唔使惊，条颈个炸弹是假的，不过阵间有真嘅，你冇人走得啦。你头先做咩？唔直接杀中？你知道就好，我都是想救你，但是结束了。还没结束，你应该就是小美的男朋友，是吗？你在说什么？当年在你的妹的遗物里面，我发现了半张相，相里面的纹身我印象太深，虽然你现在做了修改，我都还是认得出。是吗？是吗？既然被忠哥你识穿了，那我就说，没错，我就是。有意思，我以为你一早走了，估不到你还走来我这里应征，还学整炸弹，现在拿枪指着我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为了看你怎样为小薇报仇。你好嘢，现在真的齐人了。当年我是一个懦夫，但是我现在想清楚了，既然我可以留到最后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快点说，你还可以多两分钟吗？武哥，其实小薇的死你都有份的。什么？小薇跟我说过，你希望她找一个怎样的男人，总之不是我这种。但是我跟小薇是真心的，她有了 BB， 说你知，但你跟她说你要回来杀了我，你知不知道她多痛苦？你太霸道了，我看不到希望，唯有跟小薇分手。那晚我们两个嗌了一场大架，她喊着走了，跟着我去找她，估不到那次是我们最后一次对望。你估不到生命是这么脆弱，我都是为了报仇生存到现在。刚才听了他们说，我才知道小薇原来这么憎我，没珍惜可能就没机会挽回。好哥，是吗？你呢？枪在你手上。武哥，是我最对不起小薇，最应该死的人是我。
了。你错过咗第一班地铁。其实头先可以上车，但系冇意思啊！你破坏咗我嘅计划。你嘅计划点解要伤害我个女啊？除咗我个妹，边个条命都唔值钱。你攞人命嚟出气，冇人有权咁样做。唔好过嚟！我个妹小薇唔应该死，所以你要伤害更多嘅人。如果小薇在生，佢想见到你咁样咩？但系小薇佢已经死咗，佢翻唔到嚟啦。更加要珍惜生命。爸爸，你放。放咗我女先。呢个场景同五年前一样系嘛？海昌，你立功，我亦都了解，一举两得。当然，或者会有意外。我求你放咗我女先。好，我放咗佢就可以结束。你为你做过嘅事承担后果。拎把枪过嚟。拎把枪过嚟，老公，你讲啦嘛，总有人承担后果，我可以为我妹做任何事，直到如今，我知我走唔甩，忠哥。我哋仲有最后一个枪入边有一发子弹，下一班车嚟之前一定要开枪。如果打死个劫匪，刀会同时插入人质条颈度。如果警察牺牲，人质会安全。阿爸，唔好信佢啊！阿爸，如果打死个劫匪，刀会同时插入人质条颈度。如果警察牺牲，人质会安全。如果你到时唔开枪。我一样会杀咗佢，边个生边个死就睇你啦。当年我嚟迟咗，系为咗救另一个生命。我怪错咗你，可惜都唔成功。忠哥，车就快到啦。武刚，小薇嘅意外就当系我嘅错。我而家系作为个爸爸企喺度，呢件事同我个女无关。无论如何，请你唔好伤害佢。好。就系想睇下你点样做呢个爸爸。好，俾十秒钟你开枪。阿爸，冇啊！十、九、八，乖女。七，我唔系一个称职嘅爸爸，冇时间关心你，令你冇安全感。四，对唔住。三，其实爸爸为咗你。做乜嘢都可以。唔好意思，头先喺背后写咗字弹。我可以为我妹做任何事。一个小把戏。忠哥，我服咗你，你都走啦。去月台等我。阿爸，我唔走啊！快啲上去叫人嚟，听爸爸讲。快啲，走啊！走啦！仲有咩事啊，忠哥？我一定要拉你。就当我消失咗啦。我可以为我妹做任何事，包括死。武功，你唔好拦住我。你咁样仲唔值得啊？我做嘅事我自己负责。你就当我一条虫，难命一条，唔好当我系乜嘢。
起来了一阵寒流，遥远的温柔解不了尽头，是否在水波逐流，不是不到最后还要继续坚守，忠于自己的战斗。刘医生，等住啊，你慢咗老茶。系啊，等等讲到。我过嚟。我那神魔拯救，当爱覆水难收，谁能把谁挽留心愿为，谁能拿所有人质都冇事，今次你唔使申请处分啦。小福点样啊？个衰仔几命硬，好好照顾你阿爸。你好伟大。爸爸好普通啫。唔好咁谦啦，阿 Sir。咁以后俾得面爸爸吓。老江叫我同你讲啊，呢铺你赢咗。呢样佢俾你嘅，佢话后会有期喎。哎呦，大哥都赢咗，得啦。好假的，假王，我们在拍戏，哥哥。那你去哪？行，大哥耳朵。哎，太滑稽了！啊，你这鼻子，你这鼻子，哎，来，再来一条，来来来，再来一条，来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不合适啊！哇，很难的，这个什么样子呢？这样子又不行，你要这样子，都是这样子吧？很难的。哇，好，你找什么样子不行？你看他每就有理有据的，我直接问。然后呢？都问你。老师给我打电话。不是不是，我叫胡达牙文，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？你看看他每天跟什么人打我，你打我一下，你求你打我了，我们求你打我了。哇，你跟什么样的人？啊，跟什么样的人？我痛苦我家。你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吧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吧？你跟什么样的人？他每天跟不同的人在一起。我不拍了，我退片酬了。来看，你放胆讲了，他就怕，他就你怎么来看？你包了个什么东西出来？大哥，你别，我没来，你别，你现在才将好父亲，我还有一句对白，再来，啊，对对对。我待会儿打你一拳。
我证明给他看。这玩意儿怎么打不开了？什么情况？哎。